距离的，是能够和我们的艺人、和我们的偶像朋友一起合照的，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楼上的朋友，如果是在二楼、三楼拍照的话呢，这么远拍什么嘛，对不对？所以呢，赶快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的这个左边，就在那边哈，有柜台呢。这个时候，1月28号刚刚推出了梁文音《爱一直存在》的改版专辑，除了是 CD 之外呢，今天还有我们的 DVD 是在这个 CD 一起附送的。所以你看，一张 CD 的价格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是有一张 DVD 哦。那这支 DVD 呢，有很多的歌曲的这些 MV 都收录在里头了。如果你想看看这支哭过就好啦，还是爱一直存在啊，对不对？这些歌曲的 MV 的话呢，买一张 CD 回家，有 DVD 送给你，所以呢，可以让梁文音随时随地都陪伴着你。有这些最新的 MV， 总共是有6支哦。我知道梁文音呢，真的是一位很贴心的朋友哈。像昨天呢，在 MTU 签唱的时候呢，他就会在歌词本子上写 MTU。那今天呢，因为是来到这里新加坡，对不对？歌词本呢也写了跟新加坡有关的一些alphabets， OK， 所以呢是非常的 personalized。如果是还没有得过我们梁文音的签名的话呢，这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赶快的在我们的舞台 ，OK， 就有机会呢在左边那边出售这梁文音的改版专辑。好，谢谢。可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为了让我们呢能够更快速的能够在这里呢让现场的这么多位朋友能够得到签名还有合影的机会呢，这个时候在舞台上的朋友赶快先填妥你们的副本，确定说呢副本的这个英文名字啊，还有你的 email 呢是填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呢再来到台上显示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哇，这位买了5、6张专辑，一手就扛了这么多。对 ，OK， 再提醒一下哦，副本呢在那边是显示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而已，然后呢，请你们把副本最后是来到舞台这边才。